这个摸着位置，等的不好放，就是放东西，不好放。哎呀，今年的水格外的低，那要低到什么时候？你要是真是早一个星期来看的话，那跟小河沟这差不多了。那说实话，那就是我们过去好玩一下就跑过去了。 哎， 一下就回来了。这整个来说，全国的一个图分析，然后呢，我们每接受境外记者采访的很少。根据分析表明，他一共蓄了这个蓄水啊，蓄到这个10月下旬。 基本上就蓄到现在156缸成了，那么在这蓄水期间呢，可能，送到下游的水啊有一定的减少，但是这种减少是少量的，是微不足道的。